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张浩南美业物业代理，我是叫 Kina， 我是 Suri， 今天呢带大家来到这个海天骏两房家储物室579尺向西南的单位，由 Kitty 介绍呢这个海天的位置啊。呢度就係海天單位啦，西南位，超靚啊！仲有呢個中央公園咁喺度，羊滾狗嘅景觀嚟嘅。咁仲有一個咧，呢一個牆紙啊，有呢個牆紙好靚喎。啊，聽係業主咧從意大利運嚟香港冇嘅喎。哇，好有呢個3D 感覺喎，好立體喎。係啊，立體啊，同埋呢個一路過去咧，就呢個玻璃嘅幕牆嘅廚房。咁咧，我哋喺度有時咧，我喺度煮一食，咁啊，其他小朋友有冇温書啊？咁可以喂，快啲温書啊，做功課啊。咁呢度煮一食啊，整一下啊，咁都係唔錯噶。係啊，好多客人都中意咧啲類廚房噶，空間感又大。这个位置呢是洗澡间，可以冲凉，还有是可以收纳，是超得漂亮的。行啊，这间呢就是小的睡房，空间都够间，可以3.5张，楼底高一点的，你都可以上下架床都可以。这边是同样的景观，都是望西南海景。好，跟住嚟咧，帶大家睇個主人房。嗱，咁佢都係有個露台嘅，咁你朝頭早可以或者夜晚黑都可以企出去唞下涼，睇下風景嘅。嗱，呢個牆紙都唔錯噶，呢個佢有特別噶。值得提下咧，佢呢度個設計嚇，佢凹咗落去可以咧直立式。定做啲衣櫃，好好用噶。喂，係啊，喂，呢個儲物室咧都幾大噶喎。係啊，呢度可以擺一個係睡房都得噶，或者喺呢個位咧都可以做一個係書房啊。係啊，書房、電腦房都好方便啊。啊，呢個單位仲有冷氣㗎。係啊。这个单位真的很值得推介的，尽快找我们来看吧。嗨，是啊。